像看到那个人潮了。我们越靠近许愿池，这边人越来越多。今天没有太阳，人好多、哦。要找一个好位置卡位。哎、欸，我刚在这边坐着拍照，然后这水一直往上，我整个屁股现在湿了。快卡位！大家说来许愿池一定要丢一个硬币，然后从左边丢，就是你会再回到路吗？我们现在在买披萨，然后它是现切，然后称重算钱的，这些看起来都很好吃哎。那个后面那个也很好吃，气死了。我们弄成这样，切成一个像三明治。因为我想吃。哎、欸，这披萨很好吃哎，而且我喜欢它，它的点是它的那个饼皮是酥的，就是它没有下面不会让你觉得面粉很厚重。我点的是老番茄蘑菇蔬菜，然后谢轩点的是里面是 cheese 的，跟我的也很像。有萨拉米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想舍弃胖胖的卷吃两个披萨？我等一下就去买一个。这样3.9，我们三个人才11块，哎，这很便宜耶。现在出一点太阳，终于有一点好天气了，因为明天好像会下大雨。哦，这沿路的餐厅都好漂亮，人好多。哦，原来是不能坐，因为刚刚有人坐就被警察吹哨子，超多人的。好多人都在这里拍照。这个万神殿是古罗马建筑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之一。这个广场叫做罗通达广场，大家都坐在这边。我们没有预约。这要怎么盖啊？这石头那么大、欸。我们现在买冰要先结账。然后也有卖很多甜点，哎、欸，又有这个巴巴伦，这是一个蓝色透明的东西，好怪哦、喔！我在别的地方有看到，但是看起来好难吃哦、喔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这间的泡芙看起来很烂，这看起来都好难吃哦、喔。它的杯子好小，这间也是网络上推荐的，点凤梨跟柠檬的。我们到了一个教堂。大家都在排队要拍这个镜子，就是可以照到上面，可以看到什么、啊？很特别、欸，这里是乐透的店呢、欸。我们要搭，我们买一张票1.5块才能搭公车。公车也太晃了吧，因为外面那个石头路很难开。这是有两节的哎、欸。台中的、啊，你一定没搭过台中。没有。罗马的公车是台北的10倍晃吧？超级无敌晃，因为这里的地很难开，超级无敌晃的。看到梵蒂冈了、啊，因为我们很晚买票，所以买到的票是夜间的，而且夜间是夏日限定，超酷的啦！梵蒂冈在意大利里面，隔着一个这个栏杆，这边是意大利，这里是梵蒂冈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，上面都是人的雕像哎、欸，水池的水都会喷到我们脸上。而且这排队人潮真的超级长，我们排了好久要进去，然后现在要等过安检。他们的屋顶都画得好漂亮哦，
这是米开朗基罗科的圣殇。再吃长面，长面。他们是瑞士禁卫队，就是要保护教宗的。其实这边到处都会有这种水可以喝诶。我们现在要去博物馆，什么博物馆？梵蒂冈博物馆。进去又要过安检了。它的门票好漂亮哦。我们也是有今天在网络上订，然后订了后要来这里换票。这里好夸张哦，上面都是雕刻的耶。刚刚已经看完创世纪，但是因为创世纪那边没有办法拍照，也不行录影，所以就只能用看的。创世纪是在天花板上面其中一幅画，然后整个满满都是画，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那一幅很红，然后回家查一下。出来已经八点多了，他们有钱是不是？我会把你剪进去。是那个意大利面，然后谢轩点的是真心的凯撒达，看起来蛮好吃的啊。我们现在要挑战第一次的罗马地铁，好恶哦，这里真的很脏哎。啊，这车子怎么被划成这样啊？对啊，好可怕哦、喔。